下来旋转到你的腕关节，然后
后再回去慢慢的打开它。高的音是谁？好，再来一次，对，记得我们的那个肘关节不动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开始第一个关节下来，然后腕关节转一个弯上去，慢慢的放开它，可以哈，可以吗？再来一次，快一点哦。好，慢慢的放开它，换手，让它好，从第一个关节慢慢的下来到腕关节。所以叫做中国舞蹈，所以不要把它做得很奇怪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好，慢慢的收进来，一个一个关节来到腕关节，然后放松。好，现在开始去加入手肘的啊，还要加入我们的手臂的这个，我们把它伸出去哈。来，开始动到这边了，动到这边了，伸出去，快扭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伸出去，我们的手一样在旋转啊，哈，手的关节一样是在旋转。好，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，其实我的脚也在动？对哦。我们在收回来的时候，重心是在左边，然后你的右脚是可以翘起来，然后伸出去。好，收回来，我们换一个手哈，换一个手一样啊。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旋转，这个运动不是外放的。坚定地站立在此风
圣洁，你是圣洁。
荣耀单单的归给这位荣耀的主。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只是你路
在爱情城里
浪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甜蜜引导我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，我的负架，我的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心怒，我看我已都洗澡，你深知我一切所行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太阳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，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错及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威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？躲避你的眼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是那里，你的双手也比舌头上的话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太阳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，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？要躲避你的眼。我若展开星辰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听到我。我舌头上的话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却仍爱我。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还是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，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你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双手也必引导我。慈爱的主，我们的救主，清晨我们献上我们诚心的敬拜。神的愚拙永远比人有智慧，神所赐给我们的道路拣选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自己，乃是这位荣耀慈爱怜悯的上帝。感谢你的恩典，赞美你的恩典，我们带着这份恩典感恩来服侍我们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这份爱永远没有减少，反倒是与日俱增。感谢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份爱与怜悯，主在幕后的恩典会大过先前。哦，主耶稣，你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不离不弃，永远安定在天。感谢耶稣，赞美耶稣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我们相信，就算我们展开清晨翅膀飞到地海极之处，主耶稣在那里，你仍然要保守我们。哦，主，天涯海角，任何的境况，任何的人生的道路，主，你仍然要用的慈爱，哦，负责到底的爱我们到底。感谢耶稣，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愿你的话语今天再一次来安慰我们，愿你的话语今天再一次来鼓励我们，愿你的话语再一次在你的仆人面前、使女面前，今天再一次哦缠裹我们、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再一次得以刚强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好像在基利西旁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。哦，主，你为他预备饼，
主有太阳的时候，你让它长出苎麻遮荫它。哦，主耶稣，乌鸦叼饼，主为他预备基利西旁的水。哦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在这基利西旁领受从主而来的重新得力。主，好叫我们这一生在侍奉的每一个阶段，都能够效法以利亚一样，荣神又益人，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成为神国的战车马兵，成为神国的长胜将军。感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你在我前头环绕着我，安身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度，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错及。我和你往哪里去躲避舌头上所说的话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身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度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力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眼？我若展开星辰的翅膀飞到你近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心头环绕着我，安身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度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力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眼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近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力？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眼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近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司机在看。我决心跟随你。
是受过洗的同工，我们都非常欢迎您待会儿跟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圣餐。若有同工还尚未受洗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再次低头祷告。